空间都还没有检查出来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同心开口，我们会有传道来祷告，然后希望他赶快检查出来，然后他的身体也可以恢复健康。然后对不起，最近有些朋友身体都不太舒服，对不起。我也觉得期待他们都好起来。OK， 另外一个就是明珠，所以我想告诉船长，有什么帮助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，相信你会帮助。阿门。还有什么我们不能得到的安慰，我们求神保守，来靠你的传道，赶快检查出来，然后赶快知道原因，然后赶快能够恢复到完全。我在这里，我要为明珠祷告。他现在在我们台北的长庚医院，他到那边，然后可以到。我自己没什么，但是旁边的人就祷告，觉得，对，我们需要求神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一段后面再唱一次，然后我们心里默念祷告，最后我再来祷告。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的杖，你的